你手始终得保持在这个位置，它连移动都不移动 ，OK？ 它得一直控制着这个点绝对。清楚啊，知道吧？啊，你看这个叫服务点，注意看着我，就是我得跳我的，然后这个手得扶住它，看到吗？就是你得控制住这个力量，然后你完成你自己的动作，但是这个点得平衡在这，你的头就是这个概念，明白吗？你得把这个头顶的位置顶着，然后你的身体位置怎么去移动，它得顶着它，哎，并不是很难。这不对，这样听明白吗？所以你大概能懂我刚才前面说好像要这个比较动，但是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它确实很难，它得靠什么？它一定得有一个地方帮你避震。OK， 这个地方的避震来源于什么？脚踝。所以刚才我说出脚的时候要有脚尖控制落地，记得吗？就是我说这个脚出去要先什么？脚尖，当脚尖碰到地板，注意看啊，我保持平衡，用我的脚尖控制着我的胯，就这个地方在做，而不是这样下去，就是这么大幅度，它一定会有，但是你得尽量什么？控制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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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对。哎，那这就对了，找到这个感觉啊，就是当你去表演比赛的时候，没有那么绝对，但是这个感觉你要控制一下，因为这个感觉能帮助你在舞蹈中去控制自己的重心，明白吗？哎，你以后才能真正知道是哪里发力的。现在是不是踝关节、膝盖、后背所有的地方都在控制用力？对呀，所以舞蹈的技术本身就是在控制着我们的重量转移。你都找不到重量，你桑巴肯定跳不好看。你怎么练都不好看，因为你练的这个东西叫做花架子，你明白吗？它没有用，它得找到这个规则。就是这个手臂之所以能出去，跟刚才我们练基本功是一样的。它身体要产生什么？好，你把刚才我说的这个落跟控制力跟你的手臂延伸的这个动作结合一下，对着镜子自己看。控制结合一下，哎，对，再来，对，再来，哦，啊，对，感觉到手臂拉长了吗？你得靠身体的力量让手臂拉长，不要着急，啊，对，不要着急，哒哒，是不是有个快？快，慢，哒哒，快，慢，哒哒，快，慢，你的手也得快啊，大哥。快，慢慢，啊 ，one， 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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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ne， 继续，啊，对，啊 ，one， 啊，对，啊 ，one， 啊，对，脚背，来，绑脚，来 ，one， 啊，对，不会跳是不是？啊，你不要想了，台长，你看我的手一直放在你下面，什么要求？想可以。你不光是个协调，我教的所有东西你都没协调过。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老是低头去看着他。我没看，我在想。我们俩打个赌，我让你跳，你会看清楚。对，你就是因为你在想，你老是去盯着他。你想吧，你想你看他干嘛？刚才练这个力量，大家学会了没？这个是桑巴的要求。听着好像我刚才讲了蛮多东西了，它其实挺复杂的。OK， 因为每个老师的要求可能不一样，好不好？但是我希望吧，讲实话，就是说我希望的。我并不指望说我们一两节课或者是一个月就把你教成世界冠军，对不起，臣妾做不到。OK， 然后呢，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把我练桑巴的时候的感觉 share 给你。OK， 它的目的并不是步伐跳对就可以，它需要有感觉，它需要有一种能量，有一种情感在里面。
这个情感说的呢，并不是代表某种情绪，不，这种情感代表的是我们对这个动作、对这个音乐的一种理解。就是当你跳到桑巴的时候，你不能像跳伦巴一样。你看，我们大家在练舞的时候，经常会进入一种状态，叫做一跳拉丁全是伦巴，你知道那个吗？就是往外带。我学过伦巴是 four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然后老师今天说跳桑巴。One, two, three, four, one，你就此打住。Samba 要的是爆发力，明白吗？爆发力的意思没有。One，他一直是 up, one and up, two, up, one and up, two。好，我刚才跳的时候你看见了吗？跟你们刚才跳的半毛钱关系吗？你发现问题了吗？就是。你的情感表达跟这个速度爆发力，还有肌肉控制的方法不对，懂吗？但是你看啊，我虽然看上去我有爆发力，是不是有很多快的节奏？但是是不是每次快完了之后有个什么慢的过程？刚才慢的过程我已经教会你了，现在听清楚，它的节拍快是在哪个拍子上面？好的，你能不能自己喊的同时，动作就要到，听到？不是喊了才开始。而是你那个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到了，听明白吗？不要
对，倒灌的倒流。你在练什么方法？就是掐指啊，算命的呀，握拳打拳的呀，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你看啊，这动作出去的时候，什么样的手势都有，那捏指的、握拳的啊，对，龙爪手，什么版本都有。我要加速啊，但是我的手指尖的线条，刚才我是有说，一个是手心朝哪里，斜后方，一个是手指尖跟什么连接。两个平行，好，是不是这个动作很难摆？你还摁了？这动作很难摆吗？你拉回来控制一下手的，你看我的手指尖动过没有？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指尖动过没有？是不是手指尖就是这个形状？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所有人看着我，对，然后其他的往后退一点。你看我来展示一下你在场上一些傻子的一些举动，看他，就在场上有很多选手都是这样的，就他们本身技术是非常好的，就很多选手技术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们老师总是在说为什么你上场还在偷懒？你看原因很简单啊，就我现在身体非常用力拔直，然后手指尖也很用力，现在看我的形状是不是很积极的状态？我身体不变哦，注意看我手，你觉得我用力了吗？哎，我其实很用力啊，我只是手放松了，但是你就觉得我已经松了，明白了吗？也许我人没有那么用力，但我的手指尖在用力。你看，就我站着，我的人放松，但是我的手指尖在用力，你也不会觉得太差。然后，如果我再加上身体的姿态框架，你会觉得这个框架更大，无非就是身体状态，懂吗？但如果你光做身体状态，你还是。